学们，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农业博物馆的百年农大厅。接下来我将按照时间的序列向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农业大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学校的前身是河南大学堂，始建于1902年，它是河南建立最早的高等学校，先后经历了河南大学堂、河南高等学堂、河南高等学校、第五中山大学农科、河南大学农学院、河南农学院和河南农业大学8个发展历史阶段。所以农大的精神呢，是艰苦奋斗，紧跟时代，为我们河南省的经济生发展服务，培养了很多年了。这是我的学校，我的河南农大。这是我的学校，我的河南农大。这是我的学校，我的河南农大。这是我教书的地方，我的河南农大。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河南农大。这是我的母校，我的河南农大。这是我的母校，我的河南农大。